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小花店，他是老板，叫然然，收了个学徒叫噗噗。如果你想订花，要用故事来换。七夕快到了，我很发愁，虽然每天都能遇到他，并不知道我的心意。走啊，又来送好吃的来了。这个送饭小妹叫派派，她每天都来，但是不爱说话。想送她最珍贵的玫瑰，有点可爱，有点甜蜜，有点害羞，有点遗憾，很梦幻，很特别，有时又是看不见的。最珍贵的玫瑰到底在哪儿呢？然然有点发愁。天黑了，下雨了，他整晚都睡不着。然然终于找到了答案，他让噗噗帮忙做一个大大的花筒。其实世界上所有的玫瑰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你最珍贵。